哦，我就知道。哎，他那个知道啊。他是这样的。我如果抓两次应该不得了。有啊，他那时候不知道哪一台会中五次，乱抓。打到铁拳的冻结了，这个好像二三十万分之一啊！啊，这真的是台子坏掉，不然就是老板按的，超级扯的。这一台算是毫无怨念的了。啊，这个冻结真的比扯铃还扯，人家出来就知道是恶魔乱许。啊 ，bonus 刚结束啊，我们看一下是恶魔乱许。Devil Rush 是130转，这看可不可以超过130。这个信息率最少是83%。再一次就超过刚的那个记录了，啊！加特，十年，这个背景不知道会不会动。那个西瓜抽到那个2%的头准。色的危险，摇曳不动，还是机会吧。150算蛮不错的。